机会什么？我刚哈啾哈啾，有机会哈啾，快喷，快喷，快喷啊！我注意了，我注意了，我注意了，快喷啊！快喷啊！班姐，你一题也没有讲到，你要讲到一题，不是给他一题，那个正常的，给他一题，没有简单的一题给班姐啊，你再往下跳，不然大家会以为班姐哦，就这题，这题，班姐，这题不记分难，啊，预备，外名，店名，班姐，班，好，用台语哦，用台语哦，我被共五 A， 三个字。什么？你要讲，你要讲的啊！就一条线。这个哎，线。哎，对。白线。对。线。哎，对。他是没有讲啊，他还是没有讲。哇，谢谢，谢谢我们资深的偶像艺人来的。客房哥，太烂了。反正你刚刚看到我们玉兔哦在答题的心里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演艺圈还是需要我们这些老艺人。刚一共猜了几题啊？还有六题哦，有那么多吗？那么多吗？有六题。大牙，大牙算是大牙每上必中了。大牙有说中了三题，两题啊。那个少林十八铜人，他那个十八铜人，十八铜人出来了，少林也出来了，哎，凑不在一块。对，少林后面都接铁牛运功伞，少林运功伞，少林寺。所以是不是坐在那里就会头脑非常混沌吗？这难吗？对。你们谁要猜？我们派一个让他了，没有，差不多智商的，就是你啦，看别人。对了，你们快点，全部说了。真的，他超厉害。你先下来坐坐看呢。好好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我死了啦。我要先坐坐看了，好不好？蓝队接受挑战。哎。看到没有？是让大家看一下哦，资深艺人的厉害。题目真的不要出太简单的哦，真的。等一下如果太简单，我就叫他怕。但是也不要出到什么以备不时之需，那是很难。大家对你很期待哦。OK OK， 那你的形容应该没问题啊。OK， 重点是一跳舞吧，那你要锁住字哦，不要这样，像第三个字、第五个字你要锁好。锁好了，讲了又忘记了。来了，来计时五分钟，来开戏。谢你谢你谢你，你若是心情不好，我会请你讲啥？讲老北宋。因为你面都臭臭，我会叫你臭臭。你面臭臭，我会叫你安怎？你说我脸很臭，你会叫我什么？你面臭臭，我会甲你口渴。西北风。我会口渴你，你心情慢唔好，你爱。安怎才会心情好？对我看你没瘦，赶紧笑一下吧。笑一什么吧？笑一什么吧？笑一什么吧？哎，你到底被送狼狼侠了省哎？人输杀杀什么狼？冷什么狼？会啊！会电子的，一很好。对了，第三个是笑一什么吧？笑一什么吧？笑你爸爸真伟大，哥哥爸爸真伟大。对，所以是笑一。文鱼到底说了什么让耗子也投降的经典答案呢？笑你爸爸真伟大，哥哥爸爸真伟大。对，所以是笑一。你给我啥？你给我客板啥？客板哥，对了，学霸，对了，站住！
你说你笨笨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小心哦，这个字哦，好，对对，就。我是这几下，第四个你这下，哦对，头，哦我的第四个字头，后面后面那个就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哦，哦，快快，这个头，哎，第二个你，第二个你，哦我，我你，哎，啊我你什么头？我要跟你求婚，啊我要，安娜，求婚，哎，求婚，哦第一个你，尽量猜啊。你要跟我求婚？等，这个你怎么猜？等，等，求，等你不懂，跟你求吗？等你什么头？等你什么头？哎，等你点头。哇塞！哦，真的，哇塞！哦，我开始唱了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这个就怪其实那有谁？唱歌上麦克风，姐姐，姐姐，大鹏哥，你是我们建国的班级。三零。所以你若感冒，你爱创啥？感冒吃药。啊，吃是第一个，药是第三个。吃药，吃什么药？吃你要吃，吃什么药？吃坏药的豆饼。吃坏药。吃坏丢的豆饼，丢的豆饼。对的错边。吃错药。好妙哦！妈妈，妈妈就爱安娜。妈妈几个字？塞里。塞里，妈妈就爱吃塞里。姐姐，答对，答对，厉害了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我是一个人，哎，阿公，女生，人想人对，人人对了，人人，人第几个？第一个，第一个人，然后。塞里，讲塞里。第一的是。你形容起来嘛，这在讲啊，你讲起来，伊这来，今麦是安怎？今麦有无？伊拢唱刚刚，我咧甲伊。喂喂，对嘛，要讲的嘛，不要猜字嘛。哦，老艺人，你讲哦，你跟我讲，我去传个红孩儿好不好？来宾吴杰、马国贤呐，这么好过哎吼，兰弟，嘿，伊这个月吼，去红六届安尼啊，六届安尼，嘿，收视率什么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那叫伊来啊！好，我叫伊。可以通告。通告，通告，五跟六，五跟六，五跟六，是通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通告。头前戏你是？你卖来，你卖来，你卖来，你卖来。你我即马才甲你讲，你人已经搞，我才甲你讲，退你通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进行叫做啥话啦？进行叫啥？来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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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告？什么什么什么通告？哦哦，现在各位出来了。好，前两个字我先比好了。我是叫 N 丸。嗯。啊，叫 N 丸。啊，平常时伊就是行来行去，叫什么 N 丸？你都叫卖，他是讲马国贤都好够嘛？另外一种卖用的，卖用退零食。你今晚去，你去参加食饭，爱定位对不？哎，好定位，啊你不要来，安怎？零食取通告，取什么？取消，答对，取消通告，对。哇，谢你哦。好，第三哩，第三哩。嗯，第三。下卡啊，高上。有。对，第四哩，我去。买菜还是什么所在？菜市场。嘿，第二上菜市上市上上市。不是啊，第二哩，向记有没有？向记向记向记。啊，向记向记。嘿，上厉害嘿乌乌嘿啥？将军。对。什么上市？将军上市。将军将军二个字。将军即将上市，即将上市。有向记。对啦。哇塞。第二个你是谁？手手背上。无啦，恁姊啊，伊人叫啥啦？起来。恁姊啊，伊人，恁姊啊，伊人名叫什么？姐夫。台语，台语。几乎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他叫阿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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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，阿公来上。谢谢你，阿公。阿公安娜，阿公是不是进来呢？阿公安娜姐，几乎亲。几乎亲。几乎亲。对。哦，十秒，两个你就简单嘞。哎，你即马去马杀鸡是要创啥？马杀鸡输。哎，输对了，第二句。哎，
你若是参一个大块的男朋友交往，伊安怎甲你？阿福，阿福，阿总，阿总，输什么？输。输什么啊？输什么？你去按摩师为了要输什么？啊、哦，阿叔，不是因为哦，你也是。哪一个字是福啊？咱按摩有啥物？我比赛。有啥物啊？够有啥物？推油、油压。哎哎哎！阿福，输什么？输压。对呀、啊，油压了，还有阿福啊，气气的，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明白啊！哇，天纪录，天纪录，哦，好厉害啊！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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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芭比耶，给自己掌声鼓励，可以得到我们的设计小人创意组，来恭喜你们这一组可以获得，好不好？ Yeah. 好了，那么红队因为落败了哈，所以我们来选择一下，我们待会的下一个阶段要先出题还是后出题？先出题还是后出题？后出题好了，后出题换他们先啊，他们先出题，那你们就先猜，先猜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们后面这个一样有手势的，大家一起参与一下哈。来、通常我们都是做这个啊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准备进入到下一个单元，叫的是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人家说啊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我倒不这么认为，只要你把你的心打开呢。到处都是新鲜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蓝队要出的题目呢，就是我们常常看到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新鲜的事情。真的哦。对。出什么题目呢？好的，就由我来出题目。大家通常看到店门口啊，有那种红白蓝三个颜色。什么店门口？理发店的门口。哦。有那种红白蓝三个颜色的旋转柱，大家都知道那是理发店。对。但是呢，大家通常不知道那个由来，所以今天要考考大家，那个红白蓝三个旋转三色的旋转柱的由来是什么？所以要考的是红白蓝，为什么这是三个这个颜色就对了？对，哦，好啦，第一位是我们维如，在十五世纪的法国是没有理发厅这个东西的，是只有在医院有的。但是为什么就在医院有呢？那是因为，就是那时候要给病人，就是出院的时候，然后去晦气，然后洗干净。整理好头发之后，然后，哎，你好紧张，你感觉好紧张，我们有梗对不对？所以笑出来对不对？自己觉得很好笑哦。他搞不好讲的自己很没有自信，这题搞不好是对的。其实就是整全方式之一，七敌。对，然后呢，重点是红白蓝这灯的颜色呢，你们都不知道它的颜色的由来是什么，就是它红色呢是代表博爱，白色是代表纯洁，然后蓝色代表重新的意思。那当初呢，之后那个理发厅的人，就是那时候只有附设在医院里面嘛，然后后来那个理发厅的人就开始自立门户了。那自立门户之后呢，他就把他的那个招牌的标志还是带出去了。然后重点就是要提醒大家说，时间到喽，该剪头发喽，要焕然一新的感觉。好。了解啊！红白蓝是从这个法国医院的附属单位，没错，这样出来的，延伸出去的。嗯，好，了解，谢谢维如。接下来是我们客房跟浩君了。哇塞，厉害了，厉害！其实这个由来是源自于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攻打法国的时候呢，由于德国使用的是闪电战术，所以呢，攻的法国人措手不及，连撤退都要来不及了。现在德国人已经打到城门口了，法国部队才刚刚离开。就有一位英勇的这个法国的理发师，理发师呢，他的名字叫做勇敢的理发师通，勇敢的理发师呢，他呢就骗德国说啊，我们的部队从西边逃走了，然后结果德国人就说 OK， 然后就去往西边追了两个小时没有看到任何部队，结果很生气，就派了几个人回去把那个理发师给枪毙了。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，法国人呢为了要纪念这位英勇的勇敢的理发师不痛，两个标志不一样哎，不一样，为了要纪念这个勇敢的理发师呢，所以就用法国的国旗，就是红白蓝三原色，让它旋转，然后放在理发厅的门口，来纪念这位勇敢的理发师不痛。原来如此啊！对，所以它是法国国旗的三原色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听下来，这个红白蓝根本就是跟法国是有关系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好 ，King， 你来讲讲看，在十八世纪的那个法国，对，法国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流行是沙龙嘛，沙龙店里面就会很多像我们这种政商名流啊，这种像你这种，对，就是贵族这种等级的，确认国家要找。政商还是名流？请问一下，
我其实蛮想当政商，但其实我是名流。然后是下流，真的，哎，真的。然后他们就会在里面高谈阔论他们那些八卦或者那些流行资讯，就是什么一些 fashion 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用那些，就是因为他们里面就会有一些人士嘛，他那个白那个三个颜色，白色是中产阶级，哦，红色是神学士，哦，蓝色是贵族，哦，因为这是标准答案，我不能讲错，哦，所以我必须学小抄在这个手上，好好好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在里面这样讲，在那边聊，所以后来李就是变成说大家在里面讲八卦啦，然后就后来变成说理发厅就沿用了这个沙龙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做了一个这个。旋转灯在外面，他意思是说政商名流哈，对，在那边聊天。那每一个这个阶级呢，有它的颜色代表。是的，红色就是神学士，红色神学士，白色是中产阶级，哦，蓝色是贵族，贵族，对。那于是呢，想说啊，我们这个这样子一个团体哈，大家都每次都在那边聊这些飞旋啊，聊八卦，头发怎么弄啊，对对对，干脆把我们代表颜色弄成一个这个就旋转柱，放在剪头发的门口。对，哦，谢谢你帮我啦。好，完蛋了，那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的呢？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要不要我？不用啦，其实这个觉得这个蛮简单的，蛮简单的，很简单吗？因为我其实我最后也是直接删掉，因为太讲太虚了，听不懂就不要算嘛，太虚太虚。那其实我的继父其实他是一个意大利黑手党，可是他的工作是理发师。哦，你遇到一个会懂这种的人了，黑手党当理发师，黑手党西西里啊，西西里岛，西西里岛那边吗？所以其实他在美国当理发师哦， oh, 那其实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，但是呢，他外面也是一样会拜那个三色的灯笼，对对。那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说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跟爱国有关系，爱国，对。但是他原本以为是美国，但是现在我听了之后，我知道是法国了，对对。那胡鸦你认为呢？我也觉得是克凡哥说的，就是比较有意义，比较有道理。因为我的腔调是最好的，对，连人名都讲出了。理发师不痛，又不一样了，又不一样了。他们的答案就是克凡哥，而且不用讨论哦，直接选定就是克凡哥这个答案。是克凡哥吗？还是维儒他刚刚讲的法国医院的附属单位？哦，克凡哥他刚刚讲的是勇敢的理发师不痛，记得说那个啊，是从沙龙流出来的。对，到底是谁？倒数五秒，哦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你最后讲那句干嘛？露馅了。对呀。真的是，我想骗他们的，对，因为我这个答案讲太好了，啊，对，这可能说贝拉比塔太烂了，还硬要扯，话都讲不好，所以红队答对了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红队就位，来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接下来呢，要来考的，我看一下在座的，好像都也没什么经验哦。什么？要关于这个夫妻之间啊，结婚之后呢，我们都会去做什么呢？度蜜月。度蜜月。有人度过蜜月了没有？没有哎，我们都没有结婚。都没有结婚嘛？对。我跟浩子是结婚了，是，但我们也没有度蜜月。没有度过什么？没有时间去度蜜月。没有时间啊。没有时间啊。哦。哎，这个资料统计呢，每100对不度蜜月的这个夫妻呢，离婚的比例是75%啊！讲什么？然后你担心什么？不是都怀孕了？啊，对，小孩都生了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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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担心了。有小孩他敢离，你就让他离一离啊，对不对？好坏啊！不是100，你等你以后你结了婚生了小孩，对啊，你还可以这么想。我到现在包多少包都没有回收过，哎，很惨哎。你是不想结婚吗？我想结婚。现在有交这个稳定的女朋友了吗？我已经单身三个月了。单身三个月，哇，从来没有这么久过，讲了有点久。单身三个月啊，就嘛贝拉卡多，就他贝拉头发，发纹，这是什么啊？理发师那个梗，烂死了。赶快转移话题，不然一直问我。天哪！好了，所以呢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，来，胡鸦帮我们出个题目。是的，这个问题呢就跟我们两位主持人有关系，就是两位都已经离我们的黄金单身汉很远了，两个都结婚了。那呢，请问
我们夫妻啊，新婚夫妻都是度蜜月，对不对？请问蜜月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讲度蜜月？Honeymoon 为什么？像台南的那个名产杜小月，为什么叫杜小月？你看他这边。小月，我的意思是，意思说度蜜月是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好，你们仔细听啊。好，一位一柱，麻烦你啦。是的，就是在英国的爱尔兰小岛呢，他们其实有个习俗，就是男女在新婚的时候，他们首领呢会赐给他们一杯酒。那这杯酒呢是由蜂蜜制造而成。那蜂蜜代表什么？就是第一甜蜜嘛。健康以及代表生命力强以及有生育能力的帮助，所以呢，就是他们会赐给他的酒之后，他们连续喝一个月，哇！所以病定就叫做蜜月，所以喝一个月叫蜜月酒。而且大家要相信我，因为我以前在读护理的时候呢，有修到营养学这个科目，所以里面就是代表蜂蜜是非常有营养的东西。说谎怎么办？我不会说谎。你是护士，你是常常打错血管，对不对？静脉打成动脉，会出人命吗？你是护士跟蜜月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啊。他意思是说，他以前护士，所以呢，蜂蜜这个有什么功能，他知道。对，灭了毒的那个。哎，这垮了咋给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好，玉兔请坐。谢谢。喝蜂蜜酒了啊！来，下一位大牙。好的，其实呢，蜜月这个由来呢，是来自于英国苏格兰，就是他们的新婚夫妻呢，其实是要去外面隐居一个月。那这个其实这个名词呢，那个时候蜜月他们是叫 secret month。是因为呢，那时候英格兰在统治苏格兰的时候，他们国王就很霸道，他们就定了一个规矩说，凡是英格兰的贵族都有权利，只要苏格兰的人民有人结婚了，这边贵族呢就可以去享有那个新婚的那个女子的初夜。啊，所以什么苏格兰的人民都很害怕吗？他们都得要偷偷结婚，然后偷偷结婚之后呢，两夫妻就要偷偷的跑去别的地方，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隐居躲起来，然后一个月，然后再回去原本住的地方。但也因为这样子呢，两夫妻感情就很甜蜜。那虽然现在这个陋习已经废除了，可是他们就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夫妻啊，就是刚结婚，然后去一个地方，然后度一个假，好像还不错。所以后来这个名字就改叫honeymoon， 蜜月。所以就是习俗是这样子来，就是结婚的夫妻他们会去一个地方，然后共度两个人的生活，然后也没有要赚钱，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生孩子，也没有要见公婆，就去外面，然后这样，哎。很甜蜜的感觉，哎呀，大牙讲的蛮像真的呢，很像真的，但是从那个 secret month 改成 honeymoon， 这个有一点就很刚好，很刚好，完全是一个刚好。那他们刚好躲那一个月，他们有喝蜂蜜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没有吧。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习俗，真的有这个习俗。在 Scotland 呢，因为我去过爱丁堡，就是 Scotland 的首都，对，他们就讲以前的这个历史，但这个陋习是废除了。就像以前，比如说你结婚，你老婆要先跟里长睡一下。真的，里长帮你老婆就是验货，看他是不是让女儿给你，看笑，哎，这样还不革命啊？怎么会就真的革命？革命然后打赢了才不用这样，对，真的，对啊，好夸张，所以这有可能是真的喽。我就要问一下你们里的里长，没有，这才叫吸血里长。对啊，这个真的蛮妙的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哦。可是他把这个蜜月哈拉到这个习俗上。好像可信哎，真的吗？至少比那个假护理对，真的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很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跟假啦，好，我先听完班姐讲，再来决定一下，好不好？度蜜月的由来是这样，其实英国它统治了威尼斯，就是 Venice， 那威尼斯，威尼斯的人呢，他们就是威尔斯啊。哦，我也是。你讲是威尔斯，他讲英文嘛？英文翻中文他不知道。Venice， 威尔斯。他在 Venice 呢，很多人就是觉得说，哎，你是英国的国王 Edward the First， 那你下一个孩子如果可以在我们这边出生有多好？对不对？而如果他的第一个讲出来的字是我们 Venice 的话，多好哦！因为他们同志嘛，那其实 Edward the First 他说啊，那我要试出我的诚意，他就带了他的王后。到了 Venice， 那是，然后过了一个月，在一个地方叫蜜月湾。哦，那过了一个月之后，他回去了。那结果呢？王后就在那边生了一个小孩。那从此以后，很多的英国的人民像，哎，我想国王一样，很流行的到这个地方去一起度蜜月。
哦，请坐，请坐。因为地名而来的 honeymoon。好的，到底要选哪一个？这三个都还接起来都还蛮。我觉得他们三个真的很会说谎哎。我大概觉得是炸牙那个，因为我是，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那个故事，哦，你选爱哦。对，苏格兰，我里长，我选二，你想去选里长？神经病，太梦幻了啊！你的是我，你的那个资讯分析，我们会参考，对，仅供参考。慧茹呢？选谁？我也是觉得大牙姐姐说，大牙是不是？嗯，哦，很合理，听那个看完哥刚刚这样讲的话，躲里长，对，哦，所以你们基本上最后的答案是选的大牙，交给。而且那个蜜月本来应该是就可能是秘密的蜜，去躲人的感觉。可是怎么可能？不是啊，问题是那个蜜是中文呢，那是蜜啊，蜜是中文，是中文。对，蜜月外国人怎么会懂得中文呢？等一下，有那么巧合吗？你们有没有这么巧？我是觉得，因为蜜月在英文正真的念法就是 honeymoon， 对，就是 honey。而且我真的知道 honey 吃下去会有。那个就是对身体很好，然后可以帮助受孕吗？可以帮助你的那个能力。哦，对，对。啊，蜂蜜这个效果，虽然我很不想相信这个角度，相信我，真的。但我可以跟你讲，答案绝对不会是二，不会是二。大牙那是腐烂，腐烂，腐烂，腐烂鬼。所以最后给你们五秒钟，一落三决定，四，相信你，相信，相信你。二 ，two， 一 ，one。好，就选二好了。不是，你们全都觉得二，我是队长也不可能可以配合度这么高。对啊，我只是队长，我不是里长哎。好，我们蓝队最后答案是选大牙。搞了老半天还是苏格兰里长太可恶了。对，太可恶了。就刚刚耗子说那个蜜月跟那个秘密，拜托，对啊，中文哎，就像你老婆已经怀孕五个月，我怎么可能说是里长的呢？这边有分析，不用选二，不是说苏格兰吗？好，你们决定选二。那么到底蜜月度蜜月的由来是玉兔他所说的要喝蜂蜜酒喝一个月，还是大牙所说的要躲藏躲一个月，还是班杰他所说的到威尔斯的蜜月湾住一个月呢？倒数五秒，到底谁才是正确答案？三、二。一，请揭晓。好，揭晓。他讲大牙啦，那牙齿很大颗，你出来。你冷静，为什么你讲那个烂的答案讲这么真？我刚已经跟你讲蜜月那个是中文，怎么可能啊？太夸张了。其实我一直搞错蜜月是。我说我是真的了。那你是七桂木吗？是七桂木，七桂木。哎，不过刚大牙真的讲得超好。对啊。我也想。欸、要我，因为我也不晓得答案，要我，我可能也想要选他。对，但是耗子后来对的嘞，我刚才后来耗子点那个也没有错啊，那个秘密，对，那根本没有关系嘛。但是啊，大家知道这个蜜月是从这个英国来的，原来是喝蜂蜜酒啊。对，那有谁知道英国它的全名叫做什么？哎，这个是常识啊。好，柯凡哥。大不列颠暨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简称联合王国 UK United Kingdom。哇塞！年轻的时候考英镑呢的汇率呢赔了一屁股，我怎么不记得？那是从哪？这个 United Kingdom 是哪四个地区？英格兰，他讲的英格兰、爱尔兰、苏格兰还有威尔斯。爱尔兰吗？爱尔兰，北爱尔兰。哦，对，北爱尔兰。好强哎！哎，好强！厉害，他对英国这么强，可是你没答对。来来来来，各位，对，蓝队没有答对哦。蓝队是我们的红队，哇！恭喜红队可以获得我们轻巧折叠脚踏车。恭喜你们！终于学到一点知识了，啊！明天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号角正响起，拜拜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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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